各位明镜的观众，早安！亚洲北京的朋友，晚安！我是黄少平，欢迎收看11月19日今天大新闻。我们在线上跟我们连线的是在日本的江胜哲先生。黄先生您好，黄先生早。对，我们刚才在这个上节目之前，还在谈论到纽约跟东京的天气啊，还有跟明年奥运会，到底能不能如期举行，以及现在新冠疫情。尤其纽约市从今天开始十九日，又是第二波的全部这个停止上课。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到，不过一开始呢，还是关心一下美国总统大选。川普总统到现在选举之后2个多礼拜，还是不愿意承认这个败选啊。当然他的官司这个还持续在上诉当中，不过节节败退啊。大部分的官司有几个州，4个州，包括乔治亚州、宾州、密西根州跟威斯康星州。这个诉讼案都撤退了哈，当然有些根本没办法重新计票，重新计票也没什么问题，或者是说，川普告这个不少州说这个他自己的共和党的这个监票也没办法进去，这个都跟事实不符合，所以都被退诉了。那这样一个情形来讲，到底选举结果能够怎么样，能够水落石出，能够尘埃落定啊，是大家所关切的。不过看起来，目前为止，川普的做法是希望等到12月14日、12月12号、14号等这个各州的选举人团投票正式法定之后呢，才能够尘埃落定，他才能够愿意认输。现在川普是以232落后在民主党总统拜登的306张选举人票，那这样一个情形，那他不愿意交接，拜登也一直跟他讲说，这个希望他能够交接，因为现在新冠病毒。现在第三波又再起了啊，所以这个没办法交接这个事情，所以让这个拜登也很头痛。不过川普好像感觉他自己还是总统啊，最近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决定从伊拉克跟伊朗撤军，这个还把他的国防部长 fire 掉，还把他的这个网络安全局局长也都 fire 掉了啊，然后也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所谓的中国行动计划方案，包括司法部的，包括国务院的哈。蓬佩奥国务卿还跑到欧洲去，那当然受到法国的冷落对待啊。因为现在其实，在交接当中啊，在美国的这个总统的交接当中，国务卿跑去这个欧洲，又去跟人家这样子，希望能够修补关系。但是在法国，我看他就受到法国总统这个马克龙的冷落哈。这个申德兄，你怎么样看待川普总统、美国总统从日本的观察？从日本的角度来看一下，日本人或是日本政府怎么样看待美国这场大选？看起来菅义伟已经跟川普，已经跟拜登恭贺了啊，你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呢，其实说起来确实也是一个比较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呢，也是一个比较说起来就比较复杂。首先呢，我们说这个川普总统他这个不愿意败选，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其实已经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就牵扯到现在他也有很多支持者，现在是7000多万，对吧？但是7000多万人，他们支持川普，如果说他川普就亲一嘴，哎，我就放弃了，那对于他们这些支持者来说，他也是不好交代。第一个，对于他这个，而且呢，他这个支持者对于川普的希望，就是也就是希望他能够把这个，就是把他们这些美国梦也好，或者把他们这些人的要求啊，能够就是说能够让他们这个他们的要求能够得以实现，或者说能够接近他们的想法。那现在呢，明显的这个美国，其实它这个我们说这个美国是现在是社会分裂，确实是这样。川普他代表的，也可以说你是传统的白人呢，或者是怎么回事？反正基本上应该说他代表的一批这个力量，或者是一批这个选民和民主党的选民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么一个情况下，那他现在他要坚持到最后，或者说还有什么翻盘的希望？我觉得这个事情也还很难说，因为确实是。现在如果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对他也并不有利，因为这个诉讼这个事情本来，你像这个选举这个事情啊，一旦过去之后，你要说这个事后你再要找这些作弊，特别是这么大规模的事情，你要想找到一个，就是说没有一个像，比如说像一个美国司法部啊，不像 FBI 啊这样子这么一种很强力的机构去调查，你靠一些律师去查，我觉得也是很难查出什么所谓的真相来，所以最后。
就看这个，一个我觉得是看这个最后这个联邦法院，如果他最后他要不承认失败，他应该有一个说法啊，就是说川普应该你为什么输，就是至少第二个当然说12月14号一个选举人最后有一个这个投票，据说是还有选举人有的时候还有什么叫背叛选举人是吧，最后哎我突然间要改变了历史场子，这也不过你要这么多也不太可能，如果是有几票的话可能也有啊，这个被就是选举，但是说在整个现在情况下川普本人他要轻易认输，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第二个是从刚刚说的这个日本的问题，日本看这个美国大选其实也挺有意思，日本他实际上是媒体啊，和美国基本一样，媒体呢都是这个基本上全是这个对川普是持这个批评态度，你也不能说反川普吧，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和美国媒体基本上是一边倒啊，基本上没有支持川普的媒体。这个其实大家也感到很奇怪，如果说美国你是一个国家利益问题，这要不是两派一个政治势力问题，其实和日本它是一个旁观者，为什么日本的媒体也都好像就没有支持川普，基本上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吧，反正应该说是绝大部分都是支持川普的。完了以后这个大家就感到这个很奇怪啊，这个是为怎么回事。还有呢就是日本的基本上是像那个政治界的人物啊，基本上也是对这个拜登好像是大家是比较期待或者是比较喜欢拜登，因为对于这个川普来说确实对于日本来说他们感到好像不那么友好。你像那个川普来了以后，首先就是川普上台之后首先跟日本要求，哎，这个你们这个就是美国在这个日本这个军费问题啊，我们有这个军费很多，你们要分担，而且要求日本增加这个国防费。还有一个提的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就是说，哎，日本你要表态，就是如果美国遭到侵略的时候，你日本出不出兵？那么以前呢，就是说我以前有个所谓叫做日美这个安保条约哈，说是日本如果是遭到第三国侵略，那么美国要出兵要保护啊。那么现在反过来说，如果美国遭到第三国侵略，比如说美国如果在南海和这个中国打起来了，那么按照这个日美安全条约，那日本你出不出兵这个问题是，所以说现在美国就要求说，哎，我们两个双方是对等的，如果美国我和谁打起来，你日本也必须无条件的要出兵要参加这个事情。所以现在日本也很就是也不太愿意这个接受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一旦接受下来的话，那日本现在主动挑衅和别的国家去打仗这个可能性非常低，但是美国就相当的高，是吧，他经常的如果是以后美国和谁如果特别是在这个亚洲和这个中国什么要有一个什么军事冲突，那日本就是必须要参加的话，那么日本来说他现在，所以现在这个就是川普就有这么一个要求，日本还没有答应下来，但是没有答应下来，那么毕竟他们就感到比较有压力，他们就希望，哎，拜登是不是不要给他们好像这么好像苛刻吧，就好像是对，就还要想回到这个过去，就是哎过去呢他和这个美国的关系好像是美国就等于是大度一点啊，我就吃点亏就让你日本占点便宜，现在川普好像说，哎，我们美国不能吃亏了啊，他是这么一个，就是所以说日本人他这个官方是喜欢这个拜登，这是毫无疑问。但是说呢日本的民间也很奇怪，日本的民间基本上他当然民间现在日本就是我们是指的这个所谓的媒体啊上面啊，这些地方基本上日本的媒体我看的一些日本好比他们对这个新闻节目的评论基本上应该说大部分网民是支持川普的。为什么日本这个大部分网民是支持川普的，其实我觉得和美国也有一定相似的地方，就是美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支持川普，那么他们就觉得，哎，第一个他们就觉得这个川普啊，他们就觉得能够抵制中国的这种他也不是中国的侵略吧，能够抵制中国的扩张，因为现在这个中国扩张日本其实他首先感到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他就希望，哎，美国有一个很强力的总统能把这个中国给压住，压住之后日本日子比较好过，如果美国压不住中国那么日本怎么办，是你自己起来和中国干的还是说又怎么办，所以他这日本的这些老百姓他们还是希望有一个强硬的这个总统来把这个中国给压住，所以现在这个日本这个就是等于说官民双方啊对这个美国大选的看法还是不太一样，有点也有点意思，特别是日本的媒体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一边倒啊，这个事情应该来说就是说这个是到底是日本的媒体也是受美国的影响，当然日本的媒体基本上是左倾的，这是毫无疑问，基本上媒体都是些自由派嘛，那从过去开始好像就是一个传统啊，比较是所谓的这个左倾的，日本媒体基本上也是左倾的，但是说像这样的一边倒的应该来说比较奇怪
我照你这样讲的话，是不是亚洲国家其实都希望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他希望能够维持一个所谓的平衡以及模糊，或者说是一个现状。但是川普给亚洲国家的感觉就是说，美国希望亚洲国家呢这个选边站，啊，希望你在两边之间呢择一选择。所以我想你讲菅义伟，或是高安，包括安倍。然后军费这个问题，像军费这个问题，像这次从中东撤军，美军从中东撤军就引起很多人反弹，包括美国自己的国防部长他都不同意这个时候撤军，对不对？包括时机点，包括要不要撤军都不太一样。当然他就被川普 fire，好像被炒鱿鱼了。从北约也是一样，这个川普不经过跟德国跟欧盟的这个北约的这个协商，就直接从德国撤军了啊，这个都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对当地国来讲。撤军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牵涉到很多层面，不管安全、经济各方面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是觉得，你刚才提到这日本官民对川普这个到底支持度怎么样？就像这次，我不晓得孙德兴有没有觉得，川普其实选的不差，7200多万票，很高的一个票，比他上一次选举的又多了快将近1000万票。但是拜登选的又更好，当然拜登。其实跟他选前的民调是有所差距的啊。现在我们之前我记得我们选前也提到了这个，他的选情大概都8到10个% 领先川普，但是选起来现在只大概只有3.8%4个%，川普现在47点多，那个拜登50点多，将近51还不到，所以将近等于一半，所以这个民调也是不太一样，所以表示川普是有人气的啊。川普的做法尽管。他的这个行为举止，或是作风，或是他的这个施政，这个有两面的这个两面刃啊，这个一刀两面刃，但是还是有不少人支持的。你觉不觉得这个川普现在当然，他一直强调说这个选举有舞弊啊，然后这个是媒体的假新闻让这个拜登当选。我觉得有一点对我来讲，对我的认知来讲，对我的常识来讲是有一点觉得 awkward，就是说。很不能够习惯他这种讲法。当然，你既然说选举有舞弊，你必须要提出个很强有力的证据出来。你在美国这个民主社会，你要出现系统性的，或是大规模的，像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那种所谓的舞弊，我觉得不太可能。我一直觉得不太可能。我从以前到现在，这个从以前在美国念书到现在，我都不觉得美国有这种条件，或是有这种人为的疏失。但是人为疏失每一周。因为计票，因为这个统计几张票数，上次是2000年高尔跟这个小布希共和党高兴，因为佛罗里达重新计票，从1800张啊，这个因为重新计票，一直不断的重新计票，后来到537张，也是1000多票，这个有可能，但是佛罗里达是大州啊，是美国的这个前几大州，它人口蛮多的，但是你说大规模的这种舞弊。就像川普所讲的，我是觉得这种可能性实在是有待商榷了。我是觉得，当然，我很尊重这个川普支持者，我也认为说感同身受，这些那么大强的支持者，然后输了，当然心里有点不甘愿，而且觉得说这场选举怎么选的那样子？如果说这场选举如果说川普选的少了一点，不到7000万票，7000万张的选票，然后大概只有6500万张。那跟这个拜登之间有1000多万张的这个差距，我想这个选举就会比较简单一点。但是现在因为他的选票实在是太多了，7200万张，支持度大概有这个47点多，232张选举人票，差270张门槛也不过40几张而已。所以是不是因为人性的问题，让川普让他的支持者到目前为止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对，刚才你说的这个确实这个事实应该怎么？但是呢，我也是看这个美国大选，确实也感到呢，就是因为当时咱当天的时候，应该是川普基本上全部是领先的，后来呢，就过了第二天，哎，突然间有什么这个邮寄选不出来，基本上就是说，也就是说当天的选票的时候，川普基本上就这个领先。那么后来出现一些什么邮寄选票，这个一下就把它翻盘了。这个邮寄选票呢，就是说按照道理说啊。应该这个，因为邮寄选票呢，它这个，所以你要确认本人啊，什么这些都比较困难啊。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尽量的。以前呢，你像美国选举，你要是邮寄选票是需要申请的，就是说你不是随，不是可以随便的，就是你像事先要去申请。这次呢，因为这个疫情，这个民主党特别说是，哎，这个邮寄选票我们就不需要理由啊，
谁都可以，对吧？就是为了疫情，所以这个事情呢，就让人感到呢，说，哎，为什么民主党就这么要去推这个？因为当时候如果是就是本来他们是想有一个强的，反对这个邮寄选票，结果呢，这个事情也没有搞，结果事情也没有这个成功吧。所以对于很多川普的支持者来说，他们就觉得这个邮寄选票这一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拜登的支持者？第二个，为什么邮寄选票跑到第二天这些东西它全出来了？就是当天为什么这些事情都没出来？所以说大家这个怀疑，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合理，就是觉得这次的选举啊不太正常。如果当天完全就是拜登就赢了，大家觉得这个事情还好办啊，因为当天是川普赢了，后来突然间慢慢的这些邮寄选票过来又翻了盘，大家就觉得这里头就是应该说和以前的美国大选的情况是应该是不太一样，因为美国大选情况当天是这个人赢了，第二天又翻盘是那个人赢，好像这个情况好像还是我不知道历史上有没有，基本上应该说好像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大家我觉得这个怀疑是一个合理怀疑。当然你要说想找证据啊，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当然也比较难，因为这种特别是如果真要是某种情况下是一个政党，我来大规模这边，那个他这个力量很大，那你根本是就是你查的话就是很难查得下去，我觉得啊。所以呢，如果是这样情况，我就最担心一个什么呢？就是如果是这次真是因为这我们就假设是民主党是因为这个作弊使他赢的话，那么轮到下次大选，那共和党也想嘞，那我们为什么就不作弊呢？那民主党如果是做他作弊，因为那我们也不傻呀，对吧？而且那共和党这么大党，他们作弊的能力应该也不差。如果大家都来作弊，觉得我们不作弊就不能赢了，那以后美国大选是个什么情况？我觉得这个很可怕，应该所以这个那就没完没了了。没完没了，这事情应该去好好查一查，我觉得啊，就如果你要不查清楚，确实是给我们一个交代，是没有作弊啊，这是不管是到这个大选，就是大选之后，即使是拜登上台之后，也要把这个事情有一个交代给大家，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如果是我就觉得以后，如果大家觉得，特别是像那个就是大家对一些就是像中国这个腐败，如果我要是不腐败就当不了官，中国就这么点感觉。那么以后如果美国是我要是不作弊就不能选举，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很这个。很成问题，像这次好比是这个是哪个州啊？是佐治亚州是哪个州？就选这个参议员是吧？就有这个他们这个叫做那个叫亚裔的一个这个候选人叫杨子安吧，叫什么对吧？他就说是哎，你们我们就把一些人呢，就是先你们就迁到那个佐治亚州去，把是吧？就这样他们就可以扩大他们的力量。这个方法肯定是一种。怎么说呢，我们怎么样看这样的方法？当然说你具体能不能干，但他提出这个方法，我觉得啊，首先觉得他们好像就有一点这样的方法应该你不能公开说，即使是他们想这么干啊，要悄悄的哎我们私下干，那你要公开说出来好像就是觉得一点没有底线的感觉啊。所以说这次我觉得民主党给大家的这个感觉啊，特别是一些左派说的这些话做的话，我觉得是比较怎么说，比较是让大家感到好像有一种危机感。你像在民主党说是哎要追查什么川普还有支持者的这个黑名单，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做的就有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点人家恐怖了。因为你如果是你川普他犯了什么罪，哎，你去追查他的这个罪行或者支持者罪行，这个可以，支持川普就成了罪，这个是不行啊，因为你支持川普，所以我们就要惩罚你，这样的事情。那你说这个支持川普，他应该说这个行为只要他本人没有干违法的事情，只是支持川普，这个事情不应该当做一个罪来这个处分。现在他们当然提出这样的能不能实现是一回事，但是居然会提出这样的事情来，我觉得这个民主党确实是现在我们看的，特别是现在左派走的真是好像离的这个我们过去的这个看世界的这个标准是有点远了就是这样。这次选举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整个美国的社会被撕裂了，然后民主共和两党更两极化了，就是说自己的选民，我看了一下资料，现在因为选举慢慢的落幕，慢慢的接近尾声，那个很多资料出来了，其实川普也赢了郡是蛮多的，但是因为他是多数在中西部比较多，那人口比较少，那整个全世界都是一样，全世界人口结构都是人往都会跑，所以大都会的选票是基本上是比较多的啊，所以因为密集的关系，所以拜登虽然赢的这种郡是比较少，但都是在全部都是大都会，几乎美国全十大这个大都会全部都是拜登的选票，包括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休斯顿或者达拉斯，甚至这个
费城，还有亚特兰大，像这次乔治亚，你刚才提到的还在选择乔，还有 DC 啊，还有密西根市，就几乎所有芝加哥，几乎所有的这个大城市全部都是民主党的选票。当然，这个牵涉到未来民主共和两党你怎么样去巩固基本盘。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现在美国的白人选票已经慢慢从以前的八成到六成，到现在不到六成了。那慢慢的，西班牙语系的时候，拉丁美洲的选票慢慢的在增长当中，从以前的不到 10% 到现在 10-20%， 马上到过几年之后很快就会到 18%。 黑人现在已经被人退居到第三个族群，亚裔跟其他少数族裔当然还是个位数啊，当然不过未来的10年到20年当中，它会从现在的 5.6% 一直会慢慢增长到 7-8% 左右，但是还是毕竟是少数。但是拉丁裔是未来攸关到美国选举，所以为什么那共和党的那个佛罗里达州的那个联邦参议员鲁贝奥就提出来了，共和党如果以后想要翻盘，想要再执政的话，他必须去拥抱那些多族裔多种族的拉丁裔选民，黑人选民，尤其是拉丁裔选民，他自己又是从古巴裔的，他自己也是古巴裔第三代第二代移民，所以他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不过回答刚才你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变成说大家两极化，政党两极化，还有选民结构两极化，那这次选举也是一样。其实拜登是在很多重要的城，像上一次川普在2016年的时候，他把希拉里的很多 county 就郡的票翻过来，以前是支持民主党的，川普把它翻过来，大概有200多个这个 county， 我看了一下资料。但是这一次这个拜登这个把那个共和党的翻过来只有50几个，但是因为人口都很多，那50几个 county 人口都很多。那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说，美国所有的 county 所有的郡，美国是用郡来算啊，当然州是50个州，那每个州里面有好几个郡，总共2000多个郡。那郡里面我发现呢，这个郡如果本来是2016年是共和党的选票，这次又更增加了一点。那本来是4年前是民主党的选票，这次又更增加一点，所以基本上已经没有所谓的中间选民了，都是不是民主就是共和，几乎中间选民所谓游离选票基本上已经几乎没有了。这种现象其实都是很多研究政治学的人，或是研究美国政治的人、美国大学的人未来会去研究的。但是我不晓得亚洲怎么样，像其实台湾或者各地方都一样，像欧洲选举也是一样，越来越两极化，支持某个党的就支持某个党，支持另外一个党的永远支持另一个党，是极端化，根本没有所谓的游离或所谓的我们讲的理性选民，没有了，不是这样。日本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日本自民党。这个一党独大根本就是也是让日本人年轻人这个政治冷漠的原因之一，因为怎么换就是反正日本那几个派阀财阀了。所以你觉得这次美国总统大选，这种共和党的永远是共和党，民主党永远是民主党，然后到后来大家到底要比什么？是比政见、比人才、比经验、比施政，到底要比什么呢？你觉得？对，你说这个问题就是特别这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其实我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两个人最最根本的这个政见分歧就是在移民问题上。民主党呢就认为，哎，我们美国啊，他们这个理想是搞成一个世界民族大熔炉啊，什么民族都是来的，黑的、黄的、白的，我们这些人欢聚一堂啊，搞成一个世界一个就是一个很标，就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世界民族大熔炉一个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他是有这么一种理想的。但是说呢，当然你这个理想其实要实现并不容易，这个民主其实来了以后问题很多，所以民主党是积极的要是接纳移民，他们各种各样啊，就是要好比是各种各样，特别是对这些非法移民啊，民主党他是很宽容啊，就是美国就是好像我们当年也是从这个其他地方跑到美国来的，我们要对这些移民要宽容啊，大量。所以说他们这个民主党啊，他就是一个移民宽容，共和党呢相对而言他觉得我们要严格限制这个移民，所以川普上来后就要修什么墙啊，要严格控制非法移民，严格控制难民之类，他都是什么，就是他们觉得，哎，移民不要太多，移民太多以后呢，那个美国的所谓他们的这个传统，这个传统首先是这个
基督教一个传统，因为最早美国它是一个属于基督教的清教徒他们建立起来一个国家，最早基本上都是一个基督教清教徒是他最早十三个族，所以他们现在美国的这个所谓美国精神都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基础之上。如果这些各种各样的民族进来以后，显然就把他们这个所谓叫做国家的这个所谓传统精神基督教精神就淡化稀释了，好比很多什么伊斯兰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都像中国人过来他是无神论的是吧，这些整个的他就整个就是移，就是说这个他整个的他这个移民的构成如果发生变化，在美国这个国家特别是他们那种所谓叫保守派，他们觉得哎，我们美国过去的那些传统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对这种移民啊他们是采取一种我们当然不是拒绝要限制啊，不能随便来，所以这样就造成了这些移民啊，新来的移民或者是他们想要到美国移民都是支持民主党，因为民主党是对一个对他们很宽容，一个对他们也比较帮助支持他们，那么共和党对他们好像就比较冷淡，共和党支持的都是一些传统的白人，因为那些传统的白人他们一看你们这些新移民来了，第一个肯定是抢他们的饭碗，第二个把他们这些工资可能也压的就是把他的工资也压低了，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并不欢迎这个移民来，这个我们也完全可以想象嘛，就是他们已经住在那儿很久都是他们的地盘，你们突然又来了一堆新人，对于他们来说他肯定不希望这个事情，所以说现在就基本上就是共和党这个现在他们要这些特别是白人他要支持就是我们要限制移民，那么民主党呢我们就要拥抱移民，这个问题啊是一个他们两个根本的这个差距，这个我觉得这两个事情还是比较难怎么说他们分歧是比较难弥合的，因为现在共和党也很难说哎，我们也来这个移民大量支持移民，他们如果这样的我觉得可能就不是共和党了，所以呢现在呢他们特别是这个白人传统的白人他们觉得我们需要找一个什么代理人来代表我们的利益，因为他们感到这些移民进来以后对于他们这些白人确实是因为他们过去应该是美国的一个主流的势力，他们过去都是一些中产啊什么，那么这些移民来的对于他们来说冲击影响都是比较大的，特别是说实话应该来说这些移民整个因为能够到美国移民的人相对他的这个智力啊素质啊应该平均值是比较高的，那么说如果是这帮的平均值高的人和美国传统的那些人，因为那些人都是就是说他不是选择的自然生在美国是这么一些人，那些移民来是经过也不能经过选择至少经过一些淘汰，一个素质很差的恐怕他也很难到美国来，那么他们来说他们这些人是竞争不过这些移民，那么一些老成，所以他们就感到我们就是怎么样，所以他们感到一个威胁感很大，所以他们就也需要找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你也不能说代理人嘛，至少是代表他们的想法的人，所以川普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们这些人非常这些白人啊特别支持川普，他们出于他们这种自己的利益考虑，确实他们我们如果想想美国传统白人他们有没有他们利益呢，他们有他们的利益啊，他们利益肯定不是他不希望这么多移民过来，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看我们其实这个美国人口变化现在是非常大，因为美国他现在每年死亡的自然死亡大概是270万人，那么自然死亡270万人，那么我们四年总统选举就要死掉1000万人啊。那么死掉1000万人，现在主要的死的都是传统的白人嘛，因为移民来的都相对比较年纪比较轻，不会到了美国立刻就死掉。那么传统的白人讲，四年他要少掉，等于是他要死掉1000万人的白人的话，等于他们就要少1000万那白人的选票，这个是一个非常厉害事。如果到我们就简单的算到2024年，那么白人选票他死了1000万人，死了1000万白人，那选票就少了1000万张，那选票少这个东西他去哪里补啊，就是说是，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多人也觉得今年恐怕是最后的机会，那么现在美国新的移民大概每年是100万左右，那四年他们就要增加400万啊，移民这些增加的400万他都要支持民主党，那么白人他现在人口自然减少又少了1000万，那么共和党、民主党首先以后，你从这个所谓的选民的结构上来说，他就没法赢了。所以这种事情，我觉得美国这个将来下去怎么办啊？而且这个美国这个白人的他这些就是相对在那个所以刚才您说的，就是在这个比较偏也他也比较偏远嘛，就是比较不是那个大都市的，大都市基本上是移民为主了啊，因为他们这些白人传统确实也。竞争也不，他也不叫竞争力吧，就是说整个的来说他们确实对这些移民他们比较难，就是竞争过移民，所以说他们经常就被他也不能说给排除出来，就是他们当然他们过去他们也主动被也生活在那儿，但是基本上他们要进入大都市都很困难，美国这些传统的白人
没错，打到大都市里面去，那他们就困难。而且出生率他们也比较低，美国传统白人出生率他也比较低，也没那么高。所以整个他们就是一个感到一个我们这个好像就是整个的白人啊，他们就有一种危机感，我们人口越来越少啊，我们人口越来越少的话，那么以后谁来代表我们？如果存在少数这个族裔，那么再过十年，可能那恐怕美国的白人就要低于百，就是低于50%都有可能啊。那么他们成为少数族裔，现在推估在2045年，可能只到50%而已。嗯。啊，到五十%，对啊，如果你要50%投，那就不能说是他还是一个统治力量了，现在是吧？那他们对于他们来说，那么他们的利益就是说他们自己的利益应该来说，所以白人说这个事情，我们也应该要正视这个事情。那谁来？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个人，他们两个人主张都是比较极端的。民主党，哎，我们完全站在移民一边啊，我们要这个容纳移民，大量接收移民，什么非法移民，我们都要进来。那共和党他们就一定要限制移民，就是双方在这个移民问题上，他有一个根本的这种观念的差。所以说，这个白人呢，他的这些选民，传统白人，他肯定也不太可能去支持民主党，因为你们这么多移民进来，对他们肯定是利益是不符合他们的这种个人利益的。那么他们必然就支持共和党，但是白人数量又越来越少，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将来啊，美国会不会出现某种什么，好比某个州，哎，我要这个独立啊什么的，这个也好比就像那个一些这个白人他的这个比较多的州，哎，是我们要独立，我觉得这个事情啊也都不太好说，将来这个发展下去，就像那个英国什么的苏格兰说，哎，我们要独立是吧，这个事情你像美国这个我觉得也很难完全避免这样的事情啊，就当然这个事情可能现在还不会有，那将来会不会有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这个社会撕裂它怎么样解决这个移民问题，因为过去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是呢移民它基本上来的都是欧洲的白人，那基本上来的都是欧洲白人，现在呢欧洲这些白人啊，他们生活相对来说，特别是二战以后，大家这个社会福利都比较好，你像西方像发达国家，他们就不愿意这么背井离乡再跑到美国来移民，他们认为不必要，他们认为不必要，那不必要了嘛，对吧？所以说以前那么他那个欧洲的这些白人的移民，他们就基本上就比较少，这块新来的都是一些你说拉丁裔啊，西班牙这边是吧，过来的拉丁裔，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些亚裔什么，对吧？那么这些人过来以后和美国我觉得他们的传统的精神啊，它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你像这个西班牙和美国只隔着一个墙，那西班牙这个国家是很就是非常的政治上非常的腐败是吧，和美国是清廉。墨西哥这个西班牙语圈的国家都是一些腐败国家，应该说西班牙语的国家我们找个很清廉的政治清廉还真没有。那你像说英语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还有什么加拿大、什么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相对政治上都比较清廉啊。就是所以说，整个的这种文化，我倒觉得不是说英语和说西班牙语的问题，但是呢，好像这个与这种怎么说这个族系和这个清廉程度的关系。所以说，他们也担心这些西班牙人这么大量进来，把那些腐败的东西啊，也就自然而然就带着美国来了，因为他们就像很多人，你像很多这个。因为你在那个环境长大的，自然把那些好像腐败的东西会带到美国去，所以我觉得今后美国会不会成为像那个墨西哥这样，也变得像墨西哥这样，会不会墨西哥化？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值得我们觉得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啊。有人提到你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未来的美国在人口结构会拉丁化，那在政策上会所谓的欧洲社会化，当然我们没办法去judge去判断或怎么样。不过这边有个网友跟盛哲兄可以顺便再讨论一下，有个网友这个破用提到说，他问我啊，他说他问我这个相不相信这个奥巴马啊，相信拜登有奥巴马跟 Clinton 的这个魄力或是召唤力，就是给人家带来很多希望 inspiration 啊。我跟你讲，没有啊，拜登绝对没有这个 Clinton 跟奥巴马的这种所谓的政治魅力啊，他也不可能有那种所谓很强而有力的召唤力，这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记得我跟盛哲兄还有其他几位贵宾，我们在讨论选前讨论的时候，我也在回答你问题，我们都讨论过这场选举不是很单纯的一个民主党跟共和党之间的美国总统大选，更像是一场对川普总统的信任跟不信任的选举，
我记得我讲过非常多次，我想甚至兄你也应该有印象。也就是说在美国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支持川普的人，喜欢川普的人很多，就像刚才甚至兄提到，美国白人基本上六成的白人基本上几乎都是支持川普的。因为整个过去三十年来美国的一些所谓的移民政策，还有美国的一些全球性的一个变化，让很多白人感受到自身的威胁。那白人里面又分为白领阶级跟所谓的中产跟所谓的蓝领阶级。以前白人蓝领阶级基本上都是支持挺民主党，但是在整个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营造之下，很多厂商移到亚洲，移到这个中南美洲，尤其移到中国大陆去，让很多所谓的白人的蓝领阶级感觉到非常非常严重的威胁。他们以前认为他们可以安身立命的命根子都没有了。那川普很成功的捕掠、收获、收捕了，等于收编了这些人，他的一些论调，他的一些做法。所以说，为什么川普那么多支持者？但是川普为什么这件事会输？很简单，现在整个政治观察家的观，整个疫情政治化，整个疫情跟美国大选已经纠结在一起，但是川普不愿意解决，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然后走错第一步之后，他不愿意去修正，一错到现在，一路错到底，从今年二月份一直错到现在，所以他让很多白人的女性，也就是妇女，就是有家庭的跑掉了，让很多老人，美国一天满65岁的人多10000人。那这一次里面新冠疫情又让25万人里面将近80%所死亡的人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那你就是让这些白人老人就票就会不见，这很正常的，因为我家有人住院，我家有人死掉，然后你又这样处理新冠疫情，当然有选票。所以他为什么会选输的原因是有原因的，并不是说没有原因的。那回到你刚才讲的，他当然没有奥巴马、没有克林顿的那种政治魅力跟那种所谓决断能力，但是川普很成功的打出所谓的抗中牌，很成功的捕掠这些所谓以往是民主党的这些中下阶级的白人选票。但是他另外他为什么选那么好，原因是因为他在有色人种，他在黑州裔、非洲裔跟这个西班牙裔的选票是增长很多的，是比2016年很多人不认识他。那事实上川普另外一个输原因是，就刚才这个甚至兄提到了，其实川普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种族主义的这个有差别的，他是希望能够保护白人的这个所谓的优越感的人。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讨厌他，会反对他，就是我刚才回到我们选前讨论，其实这场选举是对川普的一场信任选举，一场公投选举，喜欢他的跟不喜欢他的一个对决，不是吗，甚至兄？嗯，对，你说非常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也都说过这个问题，这次就是一个支持川普和反川普的这个选举。拜登其实他这个就是一个象征性，根本为了很多人投这个拜登的票，不是因为他喜欢拜登，是因为他不喜欢川普，就是这样。没错。所以说这次拜登他确实是作为一个，其实这次民主党推谁都是一样的，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拜登什么？我觉得他们之所以推拜登呢，也还是有民主党他们自己党内一些很激进的这些人物啊，确实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拜登相对而言在民主党内算是比较温和派，就是说大家能够接受，那对比较能接受，不是一种很极端的。现在民主党我觉得有点极端化，他这个，所以说大家觉得，哎，还是这个拜登啊比较靠谱。其实如果真的说拜登的个人魅力啊，其实我觉得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个人魅力。最后他之所以他成为候选人，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大家能够接受他，就觉得他相对温和一点，不太极端。所以说这个拜登出来，也就是说民主党内他也有一种他也可以说有这个温和派，也有一个激进派吧，就是他这个温和派里面的相对还是势力比较相对大一点吧，就是我们推一个温和派的，不要太激进，这个我觉得是关键。所以说这次呢，其实他们推其他人应该也差不多，就是说，但是整个的来说还是围绕川普来这个搞的一场选举，就是说喜欢他的和不喜欢他，当然不喜欢他的人各种各样的吧，就是说，但是总而言之，现在川普还拿到7000多万票，也就是说喜欢他的人也还是相当多。因为其实喜欢他的人应该说更不容易，因为整个美国现在主流媒体都在
这个批评他，都在骂他，或者说在这个对他进行一些不利的报道。那么看了这么多不利的报道，这些人还是继续要支持这个川普，继续要挺川普，说明这些人还真的是比较是也不叫说比较忠于他，至少是他比较是对川普啊，他是一种很认可啊，觉得川普确实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啊。所以说川普有点有点说是白人这个主义，我觉得确实也是这样。他虽然没有明个种族主义，没有明个说，如果我们从他做这些事情，或者是他一些不经意这个流露出来的一些表现啊，应该说他是这个站在白人一边，他站在那个传统白人一边啊，他这个像维护白人的利益这一点应该来说还是怎么说，应该是他是有这样的倾向的。没错，所以说也很多人批评他，哎，说川普是种族 主义者，这个当然这个也不能说完全就说错，但确实也是，如果民主党这边没有一个能够说是来代表这个白人这边利益的这种政策出来，现在民主党的政策基本上我们看不出来有什么，哎，能够像这个川普，因为川普什么修个墙啊，对这个控制这个非法移民什么，就让那些白人的那些传统白人他们感到，哎，对他们是有利的。但是呢，你像这个民主党说，哎，我们要把这个墙拆，要拆掉这个墙，我们要对这个非法移民要接纳接受，这样对一些传统的白人，他们肯定对这个事情就非常不满意的。所以说，你如果民主党没有一些这个政策来就针对这些传统的白人，他这个两个社会的撕裂，我觉得美国啊真是要继续下去，将来怎么办谁都不知道。我觉得没错，这个你这个森正兄你提到很重要一点啊，拜登如果1月20日这个顺利宣誓就职啊，他的这个难关呢还在前面啊，不管是外交军事各方面这个外在的因素，包括光内政啊就可以把它搞死了啊，这个光美国的这种族群的分裂，社会的撕裂对立啊，这个非常严重，从来在美国没有看过，这几十年来没有看过那么严重的一个社会对立啊！这支持民主党跟支持共和党的已经就是说你会感觉到，就是说我们以前一直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是非常倾慕、非常倾羡的，是认为它是民主世界民主的楷模。但是你可以从这次看得出来，不管这个民主共和两党的极端化，不管在政界、在学界、在学校、在社会、在商业界，甚至在产业界，甚至在一般老百姓都非常明显，甚至包括在我们的华人在美国的华人分裂的非常严重，以往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就是今年特别严重。这一次的2020新冠病毒的大选呢，让整个世界基本上都分裂，尤其刚才，所以这个拜登能不能够想尽办法用各种努力去稍微融合一下美国现在的这个社会族群分裂跟撕裂的事情啊，这是他上任之后很大的一个难关了。不过我们看看吧，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接下来又谈到这个新冠病毒啊，这个刚才在上节目前也跟盛哲兄稍微讨论一下，因为美国现在48个州，50个州里面48个州疫情都在上扬，48个州疫情现在上扬，平均一天全美国感染的人数10几万人，现在美国死亡已经超过25万人，居全世界死亡人数1/5，1100万人感染。那现在各地不包括纽约市，你如果到纽约到马哈顿或者到纽约你去看看，那个很多所谓的这个医院门口诊所在免费检测的那个 testing 那个所谓新冠病毒都大排长龙，每个人都排长龙，有一排都要排，有时候1-2个小时、2-3个小时，就为了检测，知道说自己有没有能够求个心安啊。那美国现在第三波，第一波是在纽约市，啊，那是今年的2月、3、4月的时候是最严重的，是在纽约市。后来改到加州、佛罗里达跟德州，第二波在夏天的时候。现在进了冬天了，现在中西部全部都沦陷啊，包括这个川普现在所有的这个，包括川普自己本人。10月1号、啊、也感染新冠病毒，整个美国现在从欧洲也是一样，欧洲现在整个新冠病毒也是起来，英国、法国、德国都做出了很多所谓宵禁的措施，关闭，英国现在要把所有的餐厅也都关闭，那纽约也是这样，纽约今天开始所有的公立学校全部停止上课，自己回到家里面，但回到家里面碰到很多情形，很多家里面呢，他没有电脑，没有什么设备，他没办法上课。现在碰到一个小孩子就学，影响到小孩子就学的这个
这个权益。现在纽约市长这个 de Blasio 白思豪，这个一个头不是两个大，一个头和五个大。现在您之间一系之间，你要去哪里找那么多电脑，让学生带回家能够手提电脑能够看，能够上网上课，这都是一个挑战。我不晓得圣德兄你怎么样看待日本这个全球，像全球的这种疫情也起来，我看台湾也慢慢最近好像稍微紧张一点，中国也是一样。你日本呢？日本这次也是第三波非常的明显，也都是超过了历史新高啊。但是呢，日本政府现在不太想采取什么动作，但是现在已经日本明显的看，现在整个的感染人数日本也是有11万多人，是接近12万人。昨天是东京一天是500人，这是到了历史新高，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一天感染500人。这个第三波是非常的厉害啊，这个可能全世界都是一样啊，这样。但是日本还没有到刚才您说的这个，纽约已经学校都已经关了，学生要回家，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啊。一个社会到的学生都不上课，这个确实是感染。而且现在据说美国不是搞了这个疫苗出来啊，恐怕这个疫苗这个很快的有这么多，或者是怎么样有防范，可能现在还是暂时还不行。今年冬天可能指望这个疫苗还是指望不上的，是吧？没错。所以呢，现在呢，今年这个冬天这个疫情是来势汹汹啊。这个第三波，因为我觉得第三波这次之所以来势汹汹，前两波大家有一点叫做怎么说呢？麻痹，或者说也有一点这个叫做他有一点就是对这个事情觉得时间太久，大家也有点好像。就是说对事情不能再容忍下去了，老是摸在家里头，老是这样子，好像你有这么几个月还可以哈，这么一年下来还是这样，大家很多人最后都觉得好像算了不管了，对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大家整个的，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因为对这个事情不太重视了，所以才造成这个第三波这么厉害啊。可能我觉得应该美国可能也差不多，都是大家对这个事情，特别是年轻人觉得，哎，这个好像就是一个感冒也差不多啊，我顶多感染了几天就好了。但是对于那些老年人来说，刚才你也说到，基本上65岁死的是80%啊，或者是以前他有什么基础疾病啊，本来就有病，一旦感染这个就不行，所以。这种他们整个社会上刚开始，如果你年轻人不控制，那整个就把这些其他的年纪比较大的比较有病的人也都给他传染上啊。所以说现在这个新冠已经是到了整个第二波，我觉得对这个经济的打击啊，可能比第一波呢还要厉害了。因为第二波这不是这个第三波，这个第三波来了以后，因为这个冬天啊本来就是说这个传染病高发性，特别是这个呼吸道这个病，我们流感这个，所以我们是这个传染病有这个什么叫做肠胃的叫消化系统的传染病，还有通过什么蚊子啊什么这个叮咬传染的病的，但是这个呼吸道的都是冬天一般，我们过去看什么像什么百日咳啊什么的流感之类，基本上都是冬天高发性，SARS 对啊，这 SARS 对吧？所以到了冬天是很这个是一个非常高发的，我们从单纯如果夏天就很厉害，那到了冬天呢恐怕再爆发起来恐怕是就非常厉害的一个事情了。所以今年大家都觉得这个新冠这个事情怎么样，这个冬天怎么样过去，各个国家都不好过啊。特别是但是好像中国现在稍好一点啊，我觉得中国大陆是不是它，当然它有一些比较一方面他们可能也这个真相我们也不太清楚。第二个呢，他们整个的控制能把人口给控制住啊，好比是有一个人一旦发现，他可以把他周围的人、周围的小区全部给封闭起来。你像美国这个国家肯定是做不到的嘛，他要没错发现一个人，你不可能把他周围的什么亲戚朋友，把他甚至住的那个楼房、小区，我都全封闭起来，都不让人自由出的，完了全部要查，这个事情恐怕也很难做到。所以这一点，当然说所谓叫独裁专制国家也有一个他们的所谓的。在这个防范上面可能有一些优势啊，但是这个事情反而是成了所以人家说民主国家输了，反而是中国赢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就是比较是一个是讽刺，是因为这个病是从中国传出来的，结果反而是中国赢了，其他国家输了，所以这个事情那怎么办？所以现在这个川普说是要以后要向中国要索赔，当然这个拜登怎么样他也不知道，当然索赔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比较难，但是说这个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对美国或者对这个欧洲国家，他将来也许对中国会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啊，就是说这样的，就是说好像这个
是怎么他们觉得这个事情总量应该有个这个责任问题啊，到底是现在，因为现在中国对这个也他就说，哎，这个我们一点责任都没有，他完全，如果是中国现在道个歉啊什么的，这个事情应该也能够原谅啊，但是中国，哎，我们任何责任都没有，都是你们美国搞得不好，是你们美国的责任啊，所以这一点也是让很多这个美国人对这个中国也是不满啊，就是说，所以这个将来这个怎么发展，我觉得今年冬天首先我那样反正不乐观，我觉得这个第三波来了，恐怕美国现在死的这个20万人恐怕弄不好翻个一番都有可能，今年冬天我觉得。对啊，现在美国全美大概1100万感染，25万人死亡，其实不少媒体专家医疗专家也在讨论为什么东西文化对这次疫情的这个，还有西方国家为什么跟亚洲国家整个疫情的冲击呢，为什么结果都不太一样嘛。我想 BBC 跟这个华尔街日报也做了这个特别的这个调查，其实说穿了很简单，我想盛哲兄你也很清楚，美国到目前为止光戴口罩还有保持社交距离，到现在目前为止已经离新冠病情已经10个月，没办法完全做到，这第一点。第二点，美国对你刚才讲的聚会，美国到现在还有人在开 party， 到现在还是照样家里面还是照样开 party。 因为前一阵子为什么纽约那么严重，因为前一阵子是犹太人的新年，犹太人新年一定要聚会，家庭聚会、社区聚会、教会聚会，或是说这个所谓的社团聚会，有时候少则 几十万人 一百多万人，大则都是数千人。纽约社区、纽约犹太人社区还因为这个事情 跟这个纽约市长、市政府非常敌对跟紧张关系，因为一个要控制，一个说你不行，一个说 我偏偏要，这是我们犹太人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就是说美国跟西方国家没办法做到所谓的这个手机上面的追踪啊，包括你一旦感染了或是你没有感染，我怎么样追踪你，政府怎么样追踪你，美国人不可能让你追踪，因为这是我的隐私，我怎么可能让你追踪说我住哪里我怎么样。像台湾都可以做到，台湾你一旦感染新冠病毒你一定要隔离，隔离14个礼拜，还有或者说你从别的国家进到台湾，或是你有任何，你一定要在家里面，你规定只能在家里，你只要人离开家里面，离开你的公寓，手机马上显现了，警察就来了，卫生局的人就来了。美国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美国光是个隐私权，你为什么可以追踪到我的行动？不可能，美国光这点就没办法做到。所以说还有下飞机，从这一周旅游到那一周，开车我从这一周，比方说我从南州南部的州开到纽约，或者纽约州开到阿肯色州，没有人追踪啊。Suppose 应该是说你从这一周到这一周来，那一周疫情是比较严重，你到我这一周来是应该接受隔离的。但是问题是你入境之后没人管，谁管啊？没人管。我是不晓得你怎么样看待，这是很简单的。为什么美国现在疫情那么严重？就是说已经不知道怎么样处理。从上到下，从联邦 CDC 一直到所谓的州地方，不知道怎么处理。你看这个怎么办？对，你说的这个非常的重要。就像你说这个台湾这个确实，你说它可以手机可以追踪是吧？从外国或者说从什么地方可以把这个移动，这个可以，就说韩国也是这样搞，韩国也是这样，很先进，所以当时一下把这个疫情控制住。但是说呢，到了日本这点就困难一点啊，就是当然。但是说呢，确实也他也比美国什么要强，比美国要强，至少日本人还比较听话。他说，哎，你说你们不要出门，大家就比较这个就是比较听话，不要移动啊什么。但是说美国他们一些自由惯了，所以这样的像包括欧洲其实也一样，欧洲是那么厉害，也是和美国情况应该差不多，都是那种就是说怎么大家这个一个是隐私权很重要，你不能随便把我这个。隔离啊跟踪啊是不可以。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对这个自由，觉得我想到哪儿，即便是我得了什么病，或者我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啊，就是我不戴口罩，我愿意冒这个传染病的风险，我就不想戴。那么这样的话，对于这样的人来说，确实是像美国这种西方民主政府啊，他本来对这个老百姓的管束是比较弱的，所以遇到这样的传染病他真是没有办法，所以说确实是没有办法。
这现在美国可能如果现在有这个疫苗，或许会好一点啊。到底能好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反正基本上，我们这次从这个疫情表现很看得出来，东方确实和西方是差的比较大的。包括你像日本算是很也是亚洲算很厉害的，但是现在也是十几万，和美国1000万的也不能比啊。美国的1000多万那还差的很多。就是说，所以整个的来说呢，反正是我觉得确实你也不能说它是一个缺点怎么说，但是他们这个特点就。其实是让这个美国这个国家一旦出现这种所谓叫做疫情啊，或者说它涉及到个人隐私权的这些问题、自由的问题啊，他们真是不好处理。那么呢，将来会怎么样也很难说。会不会美国经过这场疫情以后，大家会逐渐的觉得，哎，我们的隐私权是不是可以放弃一些啊？为了大家的健康，会不会我们可以这个东西也说不定，大家会形成一种共识，也有可能。但是目前看来，这个还不容易。如果真是到今年，到冬天啊，非常的厉害。美国或许大家会改变看法，觉得这个隐私权或者要放弃一点了，我们不要我们这个自由也不要的太多，或许会有改变。我想甚至就您要有印象，2003年那个 SARS 的时候，对不对？整个让亚洲国家有那个经历，所以大家愿意。所以你看，这次整个亚洲国家的防疫都是防控都做得比较好，包括香港、台湾啊、日本、南韩啊。都做得非常好，因为有 SARS 的经验，所以感觉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大家有那个经验，比较愿意放弃自我，放弃自己的隐私权，然后愿意接受一些管控。我觉得美国不管怎么样啊，如果经过这次事情之后，以后未来啊，未来如果再碰到这种类似这种传染性这个世纪传染性的话，美国人搞不好会改变观念。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美国人，我想啊，我回到刚才我讲川普那么有果断性、果断力的人，川普是一个有果断力的，他又会做生意嘛，对不对？他那么有果断力，其实他如果今年2月份，他如果大刀阔斧规定大家每个人要戴口罩，每次要维持社交距离，如果没有戴口罩要罚款或怎么样的话，我觉得整个美国的疫情不这样子，他自己的选情也都不是这样子，有没有可能？对，是您说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如果川普当时候他来一个这个很这个怎么说，就是说果断力，他搞一个什么法案也好，政策也好，哎，必须大家要这个戴口罩，或者必须有什么，确实美国的疫情啊，应该来说啊是会比较好。但是呢，这次我觉得啊，这个为什么川普他们会有这样的做法，就是他应该来说也是根据过去的经验。那么根据过去的经验是什么呢？这种。冬季这种传染病到了夏天，到了5、6月份就会好，就像SARS 到天热6月、7月马上就基本上就没有了。没错。那么根据我们过去流感什么，从来没有一次，应该说这次的这个新冠啊，真是一个非常和传统的不一样的一个病毒。因为以前这种什么呼吸道传染病，一到夏天自然基本上都好，所以川普他们就根据过去的老经验说，哎。没事，反正因为到时候美国已经到了3月份、4月份，已经天就开始进入春天了，已经不是冬天，一定要转暖了。他们就当时川普好像也说，哎，天气一热，这个病毒就没有了，是吧？他们就觉得，哎，这个事情已经就是他们，所以说我觉得很多人，包括美国人，把这个事情就是看的比较轻或者清淡，他也是根据过去的经验，觉得天一热自然就好了，我们不用担心。所以这次这个新冠到天热还这么厉害，还出现第二波什么？哎，我觉得当然这个有各种原因，但是这次这个病毒和以前不一样，我觉得这也有造成川普他们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失误啊，判断失误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也有关系啊，因为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这个病毒这么不一样，夏天也是照样是传染力不减啊，就是确实是，我觉得他也这个。当然确实是，如果他要是提早搞一些很严格的防范，美国应该是情况比现在要好。那但是应该是要不好。但是说呢，他们那些人为什么会这样想的，也有他们的一种或者是一种经验也好，一种道理。他们觉得反正这个已经天气就要热了嘛，反正过去像 SARS 一样，到了天热自然就好了，所以不用那么就是好像不用搞那么紧张，是吧？影响经济什么，我觉得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些想法。但是这次的事情呢，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所以川普也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因为这个事情上，如果他要把这个重视一点的情况，恐怕这次选举啊什么也都不一样。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对啊，我跟你看法是一样。我觉得他如果这个做法不同的话，应该疫情会控制，搞不好今天美国不用现在1100万，大概能够控制在100万以内。
说不定死亡人数也大概就是一两万人、两三万人，不像现在25万人。现在美国 CDC 很多很多疾病、传染疾病的这官员讲的，美国很快就会突破到50万人，所以这实在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不管对美国政府谁执政都是一样，都是一个烂摊子啊，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关啊。这个讨论完这个美国还有新冠病毒、全球新冠病毒啊，我们来聊聊香港。香港这个又有三名这个立法会的议员昨天又被逮捕了哈。之前11月11号有4名这个立法会的议员被这个香港官方啊这个 DQ， 被中共这个DQ 取消这个议员的资格。当然有其他15位泛民派的这个议员全部跟进啊，集体请辞。那现在感觉得出来，这个中共呢在限缩香港之后，用港版国安法之后，整个香港的这个有关于政治层面、政治的方面的言论自由以及一些集会自由，已经基本上都已经荡然无存了。所以等于一国两制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国务院这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昨天很强硬的谈话啊，他说认为只要任何反中跟这个乱港的人士啊，这个都是一种变成一个法律规矩啊。这个孙德兄，你怎么样看待香港目前这样的一个政治空间被高度的这个压缩结果？你说这个香港问题啊，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过这次因为美国大选这个太这个吸引人的眼球了，太激烈，他这个事情给就是给淡化了。其实如果要说，如果要平时这个香港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这次北京直接就把香港这个立法会的这个所谓议员给剥夺资格。因为这个立法会的议员是他民选的，不是你中央政府任命的。如果你要说他把那个香港的这个什么行政长官什么的，这些你要把他给取消资格可以，因为这是他们任命的。就像美国总统，你不能把国会议员的资格给取消，这是不可能的嘛，对吧？你这个是国会议员是这个总统你可以把国防部长什么给撤了，这可以，但是那个国会议员你是不可能说的，我把他的资格给你给就取消。所以这个事情应该说是已经是触犯到这个香港的基本的这种宪法一个层面的，因为这个他民选的议员按照香港的基本法是只可以由他们香港的立法会2/3的人投票要通过之后才能取消资格，你不能说其他的这个行政机关把他这个立法会的这个议员的资格给取消。所以这一次大家觉得，哎，北京已经完全是无所忌惮了，这根本就是要把这个就是现在他们的这个北京这个独裁的一套全部要在香港就落实下来，以后就是整个香港就变成这个就是刚才说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了，是吧？根本就和内地城市一样啊。所以这一点是大家的现在已经非常担心的事情。那么香港我们现在明显看来基本上就是说已经往这个路上走呢，已经是不太可能有回头之路了，已经不太可能是再有什么的什么民主化这一类的事情了，已经不太可能了。所以现在呢香港怎么样，现在我觉得关键还是在这个美国。现在有个5眼联盟，美国、英国、什么加拿大，他们以前发了个联合声明啊，说是要对这个现在在北京的进行谴责。但是这个事情呢，其实这些5眼联盟这个联合声明并没有强大的约束力。现在北京也不怕他们，觉得反正你们他也惯了，现在好像也习惯这个西方国家对他们的一种批评了，好像也无所谓的。所以他现在只是怕，唯一怕就是怕美国对他们进行制裁。但现在呢看来美国现在这个大选也比较乱了，好像也没有这个精力来管香港的事情，所以他们也肯定正好我们趁这个乱，趁美国乱也管不了了，把这个香港整个给拿下来，等你们美国大选完之后，可能香港已经完全变成一国一制了。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呢，现在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应该是香港是很严重啊，现在很严重的。但是呢其他的国家现在其实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也都是旁观了，好像觉得也管不了啊。这个事情其实对于一个民主社会上，他们应该说大家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败。如果大家看来香港这个一个民主的这个不能说国家，一个民主的地区就这么轻而易举就被这个独裁化了，那么以后这个好像民主这个东西是吧，那他们就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是中国往外这个扩张，北京啊把这对外扩张，他们就感到一个很大的一种威胁感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如果是美国看怎么处理了，我觉得现在美国确实也可能没有这个精力来处理这个事情。如果不处理的话，恐怕将来这个整个的在亚洲地区啊，中国的势力会一下子又会
反转过来，大家觉得美国好像不太敢管嘛，那什么中国他敢出手，美国不敢管，那么他们这些国家很多国家毕竟啊他还是怕，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会不会有大的翻盘，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也还是这个我觉得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事情。特别我觉得这个台湾现在应该说是应该说是美国一个怎么说，应该说是反共的一个先锋了、啊，对现在台湾压力应该是很大的。现在说是北京要搞一个什么台独的一个黑名单是吧，以后还要就要这个追捕他们，怎么回事，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对台湾压力也很大。所以如果美国对台湾如果没有一个很强力的支持，台湾自己能不能坚持得住，我觉得这都是值得大家要思考的问题。看来很多亚洲国家都指望美国，刚才我们也提到日本啊，你也提到日本这个官民对这个川普跟拜登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外交政策啊看法都不太一样啊。我提到这个你香港这个五眼联盟，这个美国、加拿大、这个澳大利亚、这个英国跟这个新西兰这样的一个声明啊，我是觉得就诚如你讲的，如果现在没有美国大选，然后美国大选没有像现在这个搞得那么样的复杂跟乱的话，我想香港这个事情会大家关注很大，但是现在没什么关注。那五眼联盟发表这个声明，我觉得好像给人家感觉就是不痛不痒啊。那前一阵子蓬佩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又发了，国务院发了一个通知嘛，又制裁了上一波本来制裁十名这个港署官员之后，又制裁另外一波所谓副手级，包括这个国安公署的副手，包括这个香港这个警务厅的副厅长啊，这种副手级的。那我是觉得这种制裁基本上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或是禁止旅行到美国，禁止发签证。这个影响我是觉得不大，这种制裁，因为很多他们这几个人搞不好在美国根本没有资产啊，也不见得会有资产。那林郑月娥上一次被制裁之后，儿子也赶快从哈佛不念书了，跑回香港去了啊，对不对？那事实上像他这种情况呢也不多。到底那你说你不给我签证，对他们这些官员来讲，那我就不去美国就好了嘛，就这样，就是搞得这样子。您觉得像欧美，像欧盟也是一样，欧盟在前一波的这个所谓香港 DQ 取消议员资格之后也发表了一个声明，那声明也是不痛不痒。是不是北京、中南海、中共已经看准了你就只能这样子，西方就只能这样子，所以我是不是变成说我干我的，我行我素，反正我不管你的，我照样按照我的方法，按照我的步骤，按照我的时间表来处理香港的问题。嗯，对，是你说的，这个是应该是这样的。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现在美国刚才是前一天处理几个，就是制裁几个副手级的啊。我觉得这次美国这个制裁啊做的啊，应该顺序首先有问题。应该你这个制裁要一个比一个强烈啊。刚开始如果你是负的，再来一个正的，应该觉得哎，觉得你这个加嘛，倒过来，不是倒过来，你这个觉得现在你是刚开始正手级，现在副手，以后是不是就更小了？他当然就不怕你，觉得你这个等于是这个他出拳的力度越来越弱了。当然大家觉得，所以这一次美国其实不制裁，可能比制裁效果是更好。我觉得，因为你要不然更强一点啊，把个什么是吧，拿更大的人物你制裁一下啊，是不是？这样的话呢，或许是，所以说你这个越往就是制裁的力度越来越小，就让中国感觉越来越不怕，觉得你们美国就是说叫做黔驴技穷，不过如此，你也没什么办法了啊，所以他就觉得这胆子比较大起来了，就是反正你们美国也没啥办法了。那么现在的整个的来说，除了美国没有办法，其他欧盟什么发个声明啊，那也都是象征性的啊，根本没有对他们没有任何的约束力。所以现在我觉得北京也是哎，看着这个也是一个机会，他们想把这个香港啊，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就趁这个美国这个大选这个混乱期间，我就把香港整个的就给它端过来了，什么一国两制啊什么的，我全给它就翻过来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基本上我觉得现在他们就往这个方向走，已经相当明显了，而且是越来越肆无忌惮，这个是基本上就要把这个以后可能整个的这个党代表啊，中国的什么的党委书记可能都要到香港去的，这个是很可能的事情嘛。所以整个的来说，这个香港基本上这个自由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基本上就没有了。但是这个香港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北京来说，他们把这个香港给搞死啊，也不是对他们，其实是一个对他们是一个怎么说，可以说是一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的问题。没错，因为香港他把这个香港收回来，香港他也不是有什么石油啊，有什么金矿，他没有什么自然资源。
香港靠什么繁荣呢？就是靠自由这两个东西嘛。自是自由港啊，它什么自由关税，它靠。如果你把香港的自由拿掉，那香港什么都不是，香港还它还有什么呢？不就成了一地鸡毛了嘛。所以说你要把这个香港去掉，香港的繁荣也没有了。那香港的繁荣，这个香港毕竟是属于中国的，香港不是属于美国的。如果你把一个美国的一个什么东西给搞这个搞掉，这是另外一回事。你把自己香港是属于中国，你把中国自己把自己的香港给搞给本来一个很繁荣的一个都市给搞得什么也不是了。那么对于他们是一种，其实对于自己来说任何好处都没有。他这个事情呢，其实香港以前他是作为一个叫做窗口，怎么说，因为美国对香港的政策是比较宽的，对中国大陆以前呢很多好比是高科技东西它是禁止对中国大陆出口，但是可以出口到香港，所以很多中国大陆就从香港我 转口 进口一些 高科技的东西，这个是他们一个窗口。这样保留香港这么一个窗口对他们来说更有利，把它全收回来变成一国 一制。香港这个地方真是它没有除了这个自由人才之外，它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你像香港这些人才，北京也不敢用啊。你像香港那些人到北京去当官，他们肯定也不会用。那么香港如果他们要拿回来的话，等于是个完全是一个负的资产，因为香港如果它一旦经济不行了，那么你中国大陆还要给香港输血什么的，对吧？所以说整个的来说，他们这个政策，当然如果你要是从好像是从习近平啊什么他们觉得，你看我现在我们中国很厉害，你看把香港一下就给什么二次回归啊，整个就把香港就给就把它就是成了他们北京直接控制的地方。他这样子做，我觉得啊，怎么说，好像看上去是比较厉害，但是呢，实际上来说，对于他们来说呢，并没有太好的一个结果。还有一点呢，也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香港啊，有大量的这个北京这些所谓叫做他们的这些政界人物、这个商界人物，都是把香港作为他们一条后路。你看，很多的北京的高官把他们的财产啊移的香港，是让他们后代弄个香港的护照什么，他们就怕什么？因为北京这个政治斗争是非常残酷的，一旦你要是输的话，谁也不敢保证他就一定可以赢啊。如果我输的话，如果是到香港有个退路的话，他还可以就说，哎，我觉得我还有一个退路可以退。特别是你像中国这个政治斗争，它是主要株连99族，不是说你本人的问题，你的什么亲属啊，是子女啊，都要一起都要是倒霉的。所以说他们这样可以，我至少可以，他可以把他的一些子女啊什么我先送到香港去，万一他出了什么事，哎，他还可以就是说损失还不是那么大。所以对于大量的北京的这些高官，他们其实并不希望香港给收回来，收回来对他们也没好处。可是香港留着这样一个一国两制，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退路。万一我政治斗争失败，哎，我还可以跑到香港，或者是怎么是他是怎么回事。所以说对于这个，其实在北京这个，我觉得中南海高层啊，真正的想收回香港的人不多，可能就是习近平他们这些人。大部分来说，他们还宁可香港作为一个，他们可以就你就说是什么洗钱啊也好，对于香港来说，这是一个是很好的地方，何必你要把它给收回来？对于他们说，拿到香港等于是什么也没有。如果你要硬要收，它收回来，香港等于是成了北京像什么上海啊、广州这样一个城市，这样城市。对他们来说真是没有什么利益可言的。所以这种政策，我觉得在北京高层呢也应该不是一个就是大部分人喜欢的一个政策。所以就基本上是习近平个人觉得，哎，我要这么干，基本上是一种他的一种个人的意志吧。其实整个的中南海的这个北京的高官，他们觉得香港保留现在这个状况对他们是更有利。但是这个像这您讲的这个整个香港现在氛围都不一样，包括现在这个美国也取消它的这个特殊关税的待遇，当然香港政府现在我看了港府已经跟 WTO 世贸组织申请这个所谓申诉嘛，还认为美国不应该单方面的来取消它的这个最惠国待遇，因为毕竟香港也是 WTO 的一个会员体。那对，那你刚才提到那个所谓的北京高官把香港视为一个后路，我倒是很想知道，如果像变成香港一国一制之后呢，这些人到底怎么办，这怎么处理。那香港当然一部分的资产跟钱呢已经跑到新加坡去了，新加坡是最大这一波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有一部分到英国到加拿大去，还有一波到日本去，
一小部分也到台湾去，当然那个数量都不大，啊，新加坡变成一个最大的一个赢家啊。那当然，香港的金融地位未来是不是还是全球第三大？这个是有待来观察。我想是很多研究经济学的人或者是说研究金融体系的人是可以讨论的。 您觉得那些北京那些高官，如果说香港一旦不是他们的退路的话，怎么办呢？他们是子女又回大陆内地吗？还是就直接送走了，送到澳纽啊、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或者拿 BNO 跑到英国去，或跑到加拿大或到美国来了？ 对，我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对于他们这些人，他们为什么把你像一般来说啊，你像这个美国的也好啊，这个你像这个台湾也好，他们以前比较有权有势有势的人，他不会轻易让他们的这个子女跑到外国去拿外国护照，因为他在这个是他们的地盘，是他们是这个就是等于是他们的这个地盘嘛。可是现在呢，他把这个香港啊，现在如果是他一旦变成一个，就是说和北京一样的，那北京一样的话，他们就觉得没有安全感。 因为在中国大陆，任何你什么的个人的隐私是没有的。你跟中国大陆，你像哪个城市是？你有什么呢？那他们如果一旦香港给收回来了，等于是呢，完全中国大陆这国安就把他们又管控起来。那他们又等于是回到中国大陆，回到中国大陆没有意义了嘛？他们何必要跑到香港去呢？如果是他们，但他们愿意回到中国大陆，当时他们就不愿意，没有必要跑到香港。所以他们要想这些人，估计就是要往其他地方走。 但是他们往其他地方走的这个确实也有很多困难，因为香港毕竟离得近啊，他也很方便。你要跑到什么英国啊，跑到澳大利亚，这个事情也不是那么容易啊。像现在很多跑到新加坡去，但是说对于他们来，对于一些中国的北京高，他们肯定也是不是太希望，就是说这个是虽然说美国是制裁啊什么，这个肯定是有的。 但是说整个在基本上来说，如果是香港，是不是他们如果能够保持某种程度的这个一国两制，希望美国的制裁会不会能够减弱一点？这个他们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但是说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想的，现在恐怕中国还是习近平说了算。所以习近平他是怎么个想法？如果习近平硬要把这个香港给收回来，我看其他人可能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接受这个事实。但是说这个习近平就会。 得罪相当的这么一批人，他们就感到很愤怒啊！你是对，等于是把他们的后路给断了。他们这些人成了愤怒之后，那将来就肯定对习近平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嘛。他们这些人对习近平就非常的不满嘛的。所以说这样的一种事情的话，对习近平本身来说，其实也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因为你把他等于是。 得罪了非常多的一批权贵啊！你把这么一批权贵都得罪了以后，这个将来的事情他执政也不是那么，就是说他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说现在这个香港，我觉得习近平把他硬拿下来，也不一定是一个很明智的事情。整个来说不是太明智的事情，没有必要这么干。但是他可能也是这个人的性格或者怎么说，他非要这个怎么说就很倔，这个人非要这么干，你也没有办法。 这个提到这个习近平的个性啊，这个我们有网友甚至像在刚才在留言板上留言说，可不可以多谈一点美国大选？这个实在是大家这个对美国大选还是很关切。他问我们美国大选结果怎么样，我跟这位网友稍微简单用一分钟讲一下啊。美国大选通常都是投票日完之后当天，美国媒体会预测啊，会一个预测，根据一个大数据来预测，通常都是由美联社。 以美联社的这个以前类似这种美联社最基本的这个要求，发布一个通知，告诉选民说到底是谁赢，然后整个媒体呢会有个预测。那因为美国这种民意跟预测值是以我170几年的经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错了啊。那目前现在拜登的选举人票，现在媒体的预测是207306张，这个川普是232张。那这样的选举结果。 通常在投票日之后的那一天，美国媒体预测完之后，败选的一方会宣布承认败选，那这个选举就落幕了。那等到12月14日，各州选举人团会再次投票一次，那个只是一个追认的一个动作，一个法定的一个追认。那送交众议院国会，然后就确定这个选举没有，然后进行一个交接。1月20号，就美国总统一个所谓的一个顺利交接，这是美国以往的一个选举的态势。那因为今年。
川普到目前为止不愿意承认败诉，所以还在打司法官司，所以就是等于这个选举还是僵在那里。但是目前是拜登拿306张，川普拿232张，那目前这个选举的结果呢还是僵在那个地方，因为最主要是川普不愿意承认败诉，所以这是整个这次选举比较复杂的地方。那2000年那一次，因为共和党的小布希跟民主党的高尔，因为针对佛罗里达州的选票呢，因为一直在普选票，一直没办法这个厘清，一再的在重新计票，从两人差距的，因为高尔不服，他在这个佛罗里达输了，所以提出上诉，那佛罗里达就一直在这个所谓不停的重新计票，从1800张一直计到最后537张，那因为不停的计票已经延宕了21天了，所以后来最高法院介入，来裁定这个小布希当选。当然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民主党高尔坦然承认败选，所以就落幕了。那所以我在跟网友提到，在跟这位网友提的就是说，最主要是这次选举川普不愿意承认败选，所以现在选举还僵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刚才其实第一个问题第一个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所以大概你可能现在还上线了，所以没看到。我很简单的把美国行之多年100多年170多年的一个选举大选的事情跟您报告一下啊。那刚才我们谈完香港这个五眼联盟，香港这个 DQ 立法会的议员啊，五眼联盟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那基本上效力就诚如刚才申哲兄提到的，效力是递减了，而且做法是不对的，应该是他先制裁低阶官员，再慢慢的高阶到林郑月娥特首，这样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反而这个美国国务卿做法是反而倒过来，先制裁了这个林郑月娥，现在制裁副手，所以感觉大家已经没有感觉了。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台湾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把这个反对他的这个中天电视关掉了，昨天确定把它关掉了，透过所谓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把它关掉了。那这是 NCC 台湾 NCC 在内阁在政府改造里面2006年成立以来的第一个案子啊，关掉电视台。那我记得很清楚，台湾在1987年前总统蒋经国任内啊，这个解除报禁、解除党禁、解除戒严，结束38年，从1949年这个戒严之后，整个大步往前。这个所以解除戒严跟解除报禁跟党禁，蒋经国晚年所做的这三件事情呢，对台湾的后来现在33年的民主化有很大的贡献了。那当然，蔡英文在昨天关掉了中天电视，因为中天电视被大家认为是批评现在的这所谓的执政党很强烈的一个电视台，所以台湾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把电视台关掉。申德兄，你怎么样看法？对，是您说的这个事情，确实是台湾一个很大的事情啊。因为这个一般来说，从这个自由民主国家来说，政府关掉一个电视台，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嘛。当然，这次蔡英文他们很多台湾也说这是这个中天它的后面其实就是说。北京来操持操控的，他们就成了这个北京的代言人。所以说这一种这个逻辑，我觉得应该是他也是就是说不，他不光是单单说是你批评政府问题，他认为你们这是个所谓你觉得这个逻辑是对的吗？你觉得指控是对的吗？他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就是他找不到任何证据嘛。然后就是说，就算好了，川普现在当选美国总统，那么多人，那么多媒体批评他，美国也不可能说川普说是下令把 CNN 把 CNBC 把这个 New York Times 或华尔街日报或是说 Washington Post 把它关闭掉。是啊，是啊，这说明这个是美国这个确实是他这个政府对媒体控制的权力还是比较小的。你像确实是，如果说川普他肯定也是想关掉很多啊，这么多电视都在批评他，结果他也一个也关不掉，是吧？那么呢，来说这一点说，台湾相对来说政府的权力要大一些，能够关掉这个电视台啊，这个确实。但是说要说政绩，确实这个东西一般来说就是一种所谓叫做。就是说怎么，这是一种推论性的东西啊，人家推测啊，他估计因为他就是说推测这样的事情。但是很多这种
所谓叫做这个，当然证据确实也很难找，因为他真要是接受北京的这个秘密的一些指示，他也不会很公开的给你拿到什么证据啊。所以呢，现在他们当然你要说证据确实，我觉得他也没有什么，就是比较拿的，就是很过瘾的事情啊，说的他们确实是在北京的后面操控他们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就是他们是一种或者是一种就是什么的一种推测吧。但是呢，现在如果是台湾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也就说明台湾的这个政治环境，我觉得是相当的处于一种叫做比较恶化，不是变得越来越宽松，觉得变得越来越这种严格啊，就是说一些声音就不让你发出来了，就是说他这个一些声音不让你发出来，那么当然越是这个所谓叫做我们说以前斗争越激烈的时候啊，那你这个整个媒体管控就是他越这个就是管的就越严，就是严。如果你斗争比较松手，哎，他这个媒体好像你可以随便说点话，他也觉得问题不大。那么蔡英文他们估计也是感到这个，他有一种威胁，或者是他们感到，哎，现在如果继续让这个中天他这么说，那会不会他们这个造成他们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威胁吧？就是所以说，现在也可以说，我觉得台湾就是在蒋经国时代，那是一个从这个专制走向民主的时代，现在当然台湾也还是一个民主社会，但是说呢，我觉得这个民主的气氛呢就不如过去就那么就是那么好。像现在这次这个台湾大选也是，你像这个像这个国民党和民进党也是选得很激烈，但是这种就是和过去那种这个对抗的成分就更多了，不像过去好像是这个比较这个相对而言嘛，大家还是所谓就是说它是一种叫做竞选就是一种竞争模式，现在成一种对抗模式，不是说我们两个来竞争，我们两个要对抗，就是这么一种模式。所以说现在特别是北京现在又搞了一个这个台独什么的，要追责，那现在也是让蔡英文他们感到他们这个民进党啊，好像不能，如果一旦丢掉政权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们现在也有一种很大的危机感，就是说，所以政治斗争到了这种你死我活的地方，都是双方都是不择手段，我觉得就会到了这么一个程度。现在我觉得台湾是向这个方向发展，大家是越来越没有宽容啊，就是觉得，所以说，以后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事情真是，我觉得现在和中国和美国这个对抗啊，台湾这个夹在当中是越来越成了一个，好像是就是说他们成了一个对抗最激烈的一个，好像是。前沿阵地似的，所以他们对于台湾来说，确实是对这个中国大陆的压力，他们感到应该是感到非常的大。台湾他感到非常大，感到非常大嘛，他们做的这些措施可能也会越来越这个激烈化或者激进化。这个我觉得这一个呢，就是应该说按照常理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事情啊。即便你这种电视台不应该轻易的关掉，但是说出现这样的事情呢，也可以说。也不能算特别的意外，确实是他们也是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是越来越成为一种好像说一个政治斗争，不单单是一个传播媒体的问题，成了一个政治斗争的东西了。所以说这个现在的话，那么台湾像这些国家他都要往这个方向走，那整个的来说，现在其实北京也是北京现在管的是更严了，根据以前呢还能稍微说点话，现在根本你稍微说个什么话马上就被删掉什么，这就管控更严，就是说这个管控越严啊，说明这个斗争就越激烈，现在就是可能也是处于越来越，就是说台湾和这个大陆过去缓和一段时间，现在又开始对立，这个越来越激烈啊，将来的话，那么现在就是看拜登怎么样嘛。现在川普的话，在过去一个时代是已经是，越来越事业激烈。那么将来是会和就是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是更加的对抗呢，还是会走向缓和呢？这个事情呢，应该说可能如果是拜登执政的话，会有一个怎么会有一个转折，但我觉得转折也不会那么大，就是说不会一下子双方又怎么又好起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困难，但是说。是不是会继续恶化下去，我觉得这是另外一回事。台湾这次当选，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民主共和两党的这个政党极端化，让我看到了台湾啊，因为台湾蓝绿的极端化也是让中间选民基本上空间压缩越来越小。那这次不管怎么样啊，每个媒体都有它的属性，都有它的所谓的政治立场，几乎全世界每个媒体都是这样子，不管怎么样，包括福克斯电视台也有它的政治立场啊，包括现在最近被拿出来被川普捧红的叫做 Newsmax， 他有他的政治立场，但是你一旦政府做出这样子，尤其台湾一直标举所谓民主自由，民主
自由，这是台湾一直标举的，也是认为是台湾是一个民主灯塔。但是你政府做出这样，关掉电视台，让它变成一言堂啊，让它变成所有的媒体只能像跟三立，只能像跟民视，只能像跟这个公视，只能像就是自由时报，只能讲我喜欢听的，只能讲蔡英文喜欢听，只能讲政府喜欢听的，其他都不能。那一旦你关了电视台，你会难免会出现所谓的寒蝉效应啊，媒体会自我紧缩、自我约束，因为怕可能是 who is the next， 谁是下一个，所以这样慢慢的会有言论自由的问题，会限缩的问题，慢慢的会有所谓的你政治自由的问题。那是不是下一步骤集会结社？是不是下一步骤政党也会被撤销政党，会被集会结社也不行？所以整个台湾所标举的所谓民主自由，过去三十几年来所推动的，尤其民进党他们现在执政党，过去在党外时代也是一直在推动所谓台湾的民主自由，这也是他们所谓认为这是台湾的一个 legacy， 台湾的民主资产。那这样子的话，你不觉得关掉，不管怎么样，你关掉电视台，你就会限缩台湾整个民主自由，整个氛围是往下降，而不是往上，就成为你讲的是恶化。对，陈进说的这样，他现在这个做法肯定让台湾这个民主自由，这种特别是这种媒体的这种报道自由，肯定是要往下降，大家就会有一种所谓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他就自己就会有一种叫做自我约束嘛，觉得哎，我讲的这个话太多了，是不是要就要惹政府不高兴，会不会把我们关掉或者对我们做什么限制？肯定他有一种就是大家就有一种寒蝉效应了。但是整个的来说，这个现在我觉得这个台湾啊，确实是整个的这个世界，就像其实中美对抗就陷入这么一个大的这个格局里面去了。你陷入这个格局，它就有一个选边站队的问题啊。现在就是说，当然台湾选边站队还是比较明，其实他是比较明确，因为他也不可能选第二边嘛。所以他这个，但是说你一旦进入这个中美对抗越厉害，那么台湾和这个大陆的对抗也必然是越厉害。这个东西也是。这基本上是这是一个同步的事情，所以说，那么他现在像美国现在对这个美国也关了很多这个中国的媒体，不叫关了，他就把它搞成什么叫做外国代理人吧啊，就是说现在北京也驱逐不少美国的这个记者，现在所以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媒体战，就是下一步一个以前嘛就是互相骂一骂，现在就开始要动手了，把你们的媒体要搞掉，所以现在台湾可能、也进入这个一步，开始要直接不是说哎我们两个互相吵架，我直接把你媒体关掉，叫你就不能说话了。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就进入一种怎么说呢，确实是这个对这个整个的自由社会来说，或者是整个自由来说，这个确实是一种倒退。但是说呢，整个从国际大环境说，我觉得将来啊倒退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你像现在整个的从美国的这个大环境来是美国的这个大环境来说吧，它和这个中国对抗是越来越厉害。如果和中国对抗越来越厉害的话，那么很难说就是说台湾还有很多替北京说话的媒体恐怕他们替要或者是站在这个比较亲北京的立场，这些媒体啊是越来越困难。你像所以说像香港啊，基本上媒体呢都是除了这个苹果日报之外，基本上媒体都是站在那个中国大陆一边的。那么现在这个台湾如果向这个方向走，当然是一个不好，我觉得应该说媒体啊各种各样的声音应该都能出来，你不能随便把它给关掉啊，这个应该说是一个不对的事情。但是说现在呢，我们从这个大格局来看，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是第一个，以后继续下去恐怕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这样的事情出来。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不是把这个事情看成是一个新闻自由问题，他就看成是一场这个一场这个政治战、宣传战啊。到了这个地方，就互相之间不，你是你这个媒体，他就认为是你呢是要这个推翻我们，或者是他有这政治上的目的。如果他一旦判断哎你们这个媒体是有政治目的要推翻我们，那当然他这个做的事情就不一样了。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往这个方向来发展，台湾可能是最激烈的，以后恐怕其他国家现在
包括像日本这个国家恐怕也会都卷到里头去，因为中美冲突啊对这些亚洲的这个中国特别周边国家它影响太大，不像欧洲啊欧盟还离得远，离得中国这么远，好像你它威胁不是直接感得到，像特别是台湾的直接这个威胁的感到是非常的就是自己亲身就能感觉到，所以说这个事情啊将来我觉得还会这个新闻自由这一块我觉得会继续的恶化。那么等于说这个台湾就像那个民进党对这个就是对他们认为是中国大陆的色彩比较强的媒体，他这个管控啊我觉得会更加强。有时候买个媒体或是买哪一个团体他的怎么样一个色彩严重啊的定义啊是看你怎么样定义的。你要怎么就是我们常讲啊，有时候你要罗织罪名啊是很容易的啊，就这样。不过你刚才提到一个中美对抗越激烈，两岸对抗也会越激烈，那我们就你觉得如果说是不是中美时好时坏，不要对抗那么激烈，也不要那么也中美也不要太好，也不要被人骂挤，也不要特别好到一定程度，也不要像现在那么对抗，是不是中美时好时坏会对两岸比较好一点？对，中美过去呢应该是个中美关系，其实从这个尼克松时代后来一直到卡特建交是吧，特别到这个克林顿时代，应该来说是往好里走，就是比较越来越紧密这个方向走。那么到了这个应该说转折点是在这个奥巴马时代呢，这个经济全球化之后啊，就是大量的他们美国人就感到中国对美国一种渗透，他也不知道，就是说好像是很多中国势力就到了美国来了，这么而且在中国越来越强大之后呢，对于美国确实他们也感到一种威胁，因为毕竟美国他现在还是说没有人挑战他们的这个所谓叫霸主地位啊，如果他有一个挑战者出来，特别像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对于他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就是说完全和过去感觉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过去他们对中国我们只是一个好像是这个贸易问题啊，经济问题啊，是一个人权问题啊，现在就上升到我就是等于是个中美是谁领导世界的问题，过去已经不单单是那个就是是中国要领导美国还是美国要领导中国这么一个问题了。上升到这个问题之后呢，那显然我觉得中美关系啊它现在就是一种对抗性的，就是一种基本上现在你像现在整个的现在就是川普的中国政策，但美国这个两党的民主党共和党谁都没有反对，基本上都是一致通过，对于中国强硬的一些政策都是两党完全都是基本上都没有反对，投票是一致通过，这在美国是很少的，对于这样一个外国制裁都没有反对一致通过的这个法案还是不多。所以整个的现在美国确实感到和中国就是他们已经不是一种就是我们互相接今天你多赚点钱，明天我多赚一点钱这么一种互相的一种好像是伙伴关系，他们觉得将来是一个对抗关系，他要把我取代掉啊，这个事情呢，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美国这个中国威胁论是越来越厉害，而且很多人也接受这个说法，现在在北京是就是强调我们好像也不想威胁美国，不想和美国争夺霸权，但总的来说是让美国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么一种就是形成一种叫做美国的政治正确或者一种共识，大家都认为北京是要想的要取代美国，他们现在正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说他们对于美国来说，那他要把中国和他有这个，因为你要是友好的话，这个人至少不会威胁到我们。如果一个人觉得他对我有威胁，你不可能和他去友好的嘛。所以现在美国觉得中国对我有威胁了，那他们两个人这个，甚至我觉得像过去那样的友好时代已经基本上过去了。那么将来对抗的不要太激烈，只能说是不是这个对抗的能够比较平缓一点啊？不要搞的那个好像是非常的激烈。大家现在就我觉得指望就是这个对抗的能不能不要太激烈是这个问题。过去的川普相对而言可能会对抗比较激烈一点。那个如果是拜登上来会不会这个不像以前那么激烈？大家只是这么一种期待吧。我想真正的要再回到这个那个过去那个友好时代，恐怕是回不去了。甚至你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好像感觉中美不太可能再回到以往的这个40年前开始这前20年前40年这个中美建交这40多年来前20年那种所谓友好关系哈、啊。
那当然有个蛋生鸡鸡生蛋的问题，到底是因为中国呢想要做大，想要取代美国，让美国警觉心，还是美国因为继续想维持全球独霸，导致之间中美之间对抗的民众，这是个鸡生蛋蛋生，你的看法怎么样？你个人看法怎么样？对，这个问题确实这样说的，我觉得呢，整个的来说啊，对中国应该说挑战美国的这个，虽然说有些说法，但是整体的来说，可能习近平可能他个人这种愿望更多一点，但是中共政党作为整个的党或者说整个中国的精英阶层哈，觉得哎，我们中国要挑战美国取代美国，我觉得这个至少这个共识还没有形成，就是中国还没有一个共识，哎，我们现在可以取代美国了，我们要和美国去争霸了。整个的来说呢，在这个中国国内并没有一个共识，大家还觉得哎，现在美国还是老大，我们还至少没有到挑战美国的时机。但是对于美国来说，特别是对于美国的一些所谓叫做鹰派啊，他们就觉得哎，现在呢，如果我们再不动手的话，那将来如果中国再强大起来怎么办，对吧？他们有这么一种，就是说是，哎，就是现在趁中国还没那么厉害，我们先把这个中国给他搞掉，他们是这么一种想法的。就是说，当然，美国现在他为什么会亲？我觉得还是美国自己的国家一种国力的衰弱，确实美国不像以前那么强大，整个你像中国的。相对国力，以前中国的经济和美国相比差的很多，现在逐渐的就是等于说越来越接近了，这个经济规模那越来越接近，就是说与其说中国发展速度快，不如说美国它不像以前那么就是说发展速度那么快，或者说就是说美国相对而言，而且整个的对世界的经济来说也不像以前那么厉害，所以这个美国大家就很多人认为是美国这个全球化就把这个美国国家给掏空了。那么现在美国基本上全球化以后，整个的大家说这个美国的中产阶级啊就在萎缩，那么美国的中产阶级萎缩之后，那么整个美国的社会问题就很大。现在美国它越来越没有力量去就是说管外国事，因为它的这个如果国内的矛盾很大，国内的冲突很严重，它基本上哪个国家都一样，你不可能再去管外国那么多事情，所以现在美国应该说它对外国的干涉的这个能力是越来越低。相对还算好，就是苏联解体之后世界上还没有什么闹得很大的国家，就是前一段时间什么伊斯兰国啊什么闹，但是也不算闹得那么厉害。那么以后如果是世界上出现什么大的冲突什么之类的东西，美国我觉得它越来越没有这个能力来管。如果美国没有能力管，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哎，那我们的机会是不是就来了？就是说，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它是一个中国现在也觉得这个美国它好像要往下面走呢，那么他们一个呢就是我要不要趁这个机取而代之，但另外一个呢，就是应该说大部分人觉得现在我们好像时机还不到，还暂时再等等等看，但是美国人他好像觉得，哎，我们要提前动手，不能说真的等到如果是中国那边已经要动手了，那我们就晚了，我觉得他是有这么一个看法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当然是很有意思，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就是中美两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力啊是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当然对于美国它是感到是有威胁，就是有人那个力量很大的话，不管怎么样，你万一要打我怎么办，他总觉得如果你要是对方力量都很弱，他就不太担心，如果是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出来以后，他就会感到担心嘛。所以美国这种担心啊，我觉得是现在中国威胁论也好，这个对中国这个防范也好，主要是起因于美国他自己不像以前那么强了，不像以前那么有自信了，所以他就要觉得哎，我们要赌一赌，要防一防，哎，我是这么看。没错，这个你提到这个观点啊，倒真的是以后我们其实可以找时间再谈一谈这个问题。像刚才川普，其实你刚才谈到全球化掏空这个美国的事情啊，然后美国在全球影响力锐减，像这一次从伊拉克跟这个阿富汗撤军，在美国就有很多人有不同声音嘛。那你也看到了这个俄罗斯决定在苏丹搞个海军基地嘛，你看你走，对，我就进来了，所以就是以后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这个美国全球影响力的示威，还有国内的这个衰弱，还有加上就是全球，你讲的没有错，全球化之后，美国这个大市场已经不再是很多国家所唯一依赖的一个市场，
就像台湾，台湾以前美国占台湾出口将近超过四成，现在一直跌到现在不到两成。为什么？因为台湾的厂商、台商、台湾的商人找到另外一个出口，包括中国大陆最大，然后再来就是东南亚，所以已经美国这个不再是唯一的市场，也是让美国所谓相对国力锐减的原因。这个以后我们再来讨论啊。最后时间的关系，最后一点时间，你那边也午夜了，不好意思，接近半夜了啊。最后就是这个中共中央刚刚结束一项所谓的全面依法啊这个治理国家的工作会议啊，这是习近平召开的，七个常委全部参加。那刚刚落幕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里面也提到了，希望2035年的愿景目标里面能够有依法的、有法治的国家、社会跟政府啊。那显然这个对法理治国，所谓法治这个概念，在习近平的心目中好像越来越重要啊。但我想听听一下这个孙哲怎么样来分析，为什么法治这个概念在习近平的眼中那么样重要？尤其他刚刚用两天的时间在中共中央召开了这样的一个会议。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是这个一般的来说，只有两种这个独裁者，一种独裁者他不需要通过法来控制，他就是他本人这个所谓就靠他自己的个人魅力啊什么的，这样各种各样，就像毛泽东，其实他就无法无天，我不需要法，我个人就能把这些事情给搞定。就像美国这个川普总统是他其实也无所谓法不法，他自己个人魅力很强，他能把事情给搞定。但是对于另外一种，就是他个人魅力没那么强。那么他要像习近平，其实他说了一天到晚是吹，他吹就是吹的很多啊，大家说他怎么样什么，但是说真正的他这个个人的这个实力或者是个人魅力啊，那还是差的是比较多的。所以他想要搞这样的人呢，他就希望通过一个法，我立个法，你们都不准反，这不都是都不准反对中央，就是通过法来维护他的这个权利啊。就是他现在习近平，他就基本上我觉得他就想要通过，因为他要通过个人魅力，他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威望，我们知道他有威望，他这个东西他建立不起来呢，他就希望通过一个法的，大家你们必须要守，就是要必须要遵守他定的法律，而不是说对他这个是这个人怎么样，忠于他什么，哎，你要遵守我制定的法律，他是通过这么一个所谓依法治国。我觉得习近平他这个依法治国，其实他核心就是说他想要通过这个法律来维护，就是或者建立他的一种权威。他这个权威他也没有办法来靠这种，因为这个个人这个魅力啊，或者是领袖魅力这个东西确实不是说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搞得起来的啊。就是说你像毛泽东以前的，确实他有他的一个个人魅力，所以那时候毛泽东我说什么就行了，根本不需要什么。但是习近平他说什么他还需要有一个种什么，现在所以习近平他就是要一定要你们要讲规矩有法什么的，其实都是我从根本上来讲觉得他还是缺乏一种我要当一种那种就是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他缺乏这个自信，他就需要从第二种独裁者，就是通过法律来这个独裁啊。以前像中国的这些皇帝什么的，基本上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什么，哎，都是要通过这个所谓叫做正当性，就是靠法律来建立我的统治的正当性，因为他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手段，因为那个要夺权的人啊，就是那要造反派，他都不需要法律，因为他们都要破坏法律的这些人，所以说他现在他们那当权派大家都要维持法律，所以他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习近平，我觉得他应该说对于他来说，他觉得有一种危机感，他的这个权力怎么样来维持？因为他如果你要是想要搞到到这个他要搞这个终身制的话，毕竟以前这个邓小平他们之后已经说是大家认为这个任期制啊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集体领导，已经有江泽民、胡锦涛他们都当了十年领导，他们都是退的休了嘛。如果到了习近平，如果你要是不退休的话，那么你都有一个他为什么可以不退休呢？人家叫退休，为什么你就可以不退休呢？他要想把这个东西要压住的话，他就要用这个，哎，所以我要那个法，哎，要什么依法治国，所以他就要把这个整个的，要把他的这些反对派反对的声音用这个所谓的法来压住。我觉得他主要是出于这么一个想法，所以说呢，现在他
我不停的开这个依法治国，什么2035年什么的，要建立法治社会。其实我觉得核心的利益还是他想要怎么样通过这个，就是说怎么样建立他个人的一种统，就是统治的正当性，要通过这个东西来建立他的统治正当性。不过你讲那个重点，他在推销这个所谓法治概念呢，就是要形塑习近平个人的领导核心，他的所谓的这个政权的所谓合法性。但是我们最近看到了这个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的这个蚂蚁金服啊 IPO 临时被喊卡，加上河北的那个这个什么大武农牧集团的负责人也被抓了。那现在南京以前的前首富这个福中集团的好像负责人也被捕了，就是这两天的事情。这个中共中央在谈法治，但是好像一些商人在做些生意，可能就当然这几个这个不管这个 IPO 被卡了，或是被捕的这个负责人，好像理由都不太一样。但是是不是凸显一个，就是说在中国投资的政治因素的风险性确实是比较高一点的？对，是你说的，就是这个就是政治风险，确实，因为在中国这个政治大国啊，对于商人来说啊，他这种政治风险比他那个商业风险要大得多。你像马云，他可能一下子政治风险来了，你可能就血本无归，不但是你本身你个人，可能他进了监狱被逮捕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政治风险怎么办？对于这个商人来说啊，对于中国确实是有很大的程度啊，就是你不可琢磨性，因为什么？往往这个政治风险包括了后面就是你一个站队，哎，我站的哪个一派，我支持谁，反对谁的问题啊。因为你这个其实他本人这个商人，他本人不一定是要卷入政治斗争，他往往是一种被迫的。比如当年很多人这个商人都是攀的这个薄熙来，哎，认为这个薄熙来他们觉得是个很大人物，哎，我要和薄熙来交个朋友啊什么，哎，我将来我的这个就是安全性就没有了。没想到，哎，他薄熙来突然倒了，那他也跟着就倒霉了，对吧？这个事情，所以这种事情啊，在中国来说，你像这个就是押宝啊，就是商人，包括是马，应该说商人，他们特别像马云这种商人，其实他们不是太愿意介入政治。但是这次也很奇怪，马云他说了很多比较说不应该是他这个身份说的话，比如说前两天他在这个外滩这个什么金融峰会就批评中国的金融制度。你想你就批评金融制度，你作为一个是吧商人，你批评金融制度，等于说你对北京非常非常的不满啊。按照习近平说法，这就是妄议中央嘛。所以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也是可能就是他们也感觉到啊，哎，我们如果就是这个时候他们再要不发声的话，是不是将来他们就要有什么的麻烦？所以说呢，像包括这些什么孙大武之类，其实他那些人呢，过去也是一个所以对政治比较关心的，不是那种纯粹的商人。他其实孙大武过去对政治讲了不少这个，反正是对北京的这个政治提出不少批评的话。那么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他们这个政治风险是一方面呢，是你呢去这个要想避免就很难了。如果是有的时候，哎，如果他后面的支持他的人如果会要出问题的话，那么他就和那些人一起要倒啊。所以他就要我要来支持他那个背后的那么一些人，估计就是说他们也要就上他上这个台，等于是政治斗争。本来他们这些人不想参与，但是如果为了他自身的这种或者是安全也好，或者为了他们也可能会不会到最后也要这个赤膊上阵也有可能的。就是所以这个中国这个确实是这个搞这个这个所以政治和这个政治力量太大，他什么都控制起来，包括商业什么的，你都离不开政治。所以那些商人基本上你要和政界没有关系，你是商是做不大的，顶多是做个小老板的。所以现在呢，这些现在就像你说这些他们这些人的出什么问题，往往是他背后的政治势力，或者是因为他们和某种政治势力是有关，所以他们才会出问题。往往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不单纯是说，他们真是什么的经了商啊犯法，这个东西倒不都是不是那么很单纯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大家就说，哎，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的，大家就要观察。因为这个
中国的这个政治也是所谓的黑箱操作，我们也看不清楚到底背后是什么势力，是它是怎么回事，我们也都看不清楚，只能说是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来这个分析啊，来推测一下真正怎么回事也看不清楚。但是呢，肯定这背后是有什么文章，这个大家肯定是感觉到，这个不是单纯的一个企业家或者一个单纯的一个什么法律纠纷的，背后估计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因素是非常大的。嗯，所以从你这样分析的话，大概从上一次任志强到现在的马云啊，还有这个孙大武啊，还加上杨忠义啊，像这些人的话，表示说这个中共中央，对这些所谓的非常杰出的这个商人，在整个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那么样的，所谓这些商人、这些成功的商人的这种越来越难管控，是不是有所关联？嗯，对啊，因为现在中国这些商人，包括马云什么，他那个掌握的财富，人家说要富可敌国，确实他掌握的财富，这个财富是非常大。如果他们就等于说，如果像美国这些商人都是很厉害的，像美国这些商人嘛，他们等于说，你像什么美国那些大财团的掌，那掌他掌握的财产都是富可敌国的，那么这些人这国家就很难管，因为他们太有钱太有势了，他就所以说现在呢，像他现在那个习近平他要加强党的领导，所谓领导就是要把这些商人全管住嘛，你管住你就不能让你太大。你这个太势力太大太膨胀，就他管不住了。所以现在呢，我觉得这些商人也是一种，就是你们要怎么说，也是不能让他们太强大。过去呢是改革开放是让他们让他们壮大一下，现在可能又要让他们壮大的时候到了，一定要把这个整个的他要这个中央把这些商人要他限制他们，能够让他们规模不能太大，力量不能太大啊！要这个，我觉得，所以今后啊，他们那个像那个马云这样的这么大的这种商人也很难再出来了。基本上到他们这一辈啊，到此为止，他也不允许再有这样的啊，很就是说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财富掌握那么多的人出来，他们不太允许。所以你认为马云这个在香港跟上海这个 IPO 上市这个计划大概就不可能再有所谓的这个败不复活。嗯，我觉得这个很难了，因为他那个大家一看，哇，他好像是全球是最大，好像历史上最大，一下子他能够吸引这么多的钱过来，那想这个吸引这么多钱过来，那以后就很难管控他了嘛，那肯定这也是对于他们来说也不希望看到，就是有这么大的一种，因为虽然说马云好像他也是共产党员，但毕竟那是另外一回事，和他们想直接能管控的人他不是那么回事，所以现在整个的我觉得中国经商环境啊，应该说是不如以前那么好，大家的就是政治参与越来越多，政治上他也是政治，我觉得特别是像习近平，他觉得有一种政治的危机感，就是看着谁好像都是对他不忠啊，看着谁好像都是要这个要是要造是造反的苗头，所以他的整个对这些商人啊，他整个的不信任，不管是商人对他周围的人，你看他也不太信任，就是一种危机感，他总觉得自己好像反他的人都是一些两面派，说的好像对他是。是不是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像当年什么林彪这样的人物，叫做防不胜防。所以他现在唯一就是不让你壮大力量，不让你壮大起来。你想干什么反叛的事情，他也不行。一旦你力量壮大起来，万一他要对他要来个什么有不轨之心啊，他也就控制不住啊。所以说，基本上这个想法应该说是比较大的。OK， 谢谢这个孙哲的这个精辟分析啊，因为在东京的时间也是半夜了，不晓得有没有网友有打电话进来想要跟我们稍微交流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导播有没有，我们看看导播没有的话就这个赶快让这个孙哲能够稍微休息一下啊，谢谢，已经半夜了，谢谢你啊，我们今天讨论几个议题都很重要，然后也谢谢孙哲兄的这个分析，谢谢你啊，谢谢黄先生，谢谢，我们谢谢所有的民进观众，你们的还有你们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啊，谢谢，我希望我们刚才趁节目当中也做了一些说明，也希望能够你也能够喜欢啊，我们今天大新闻就到此告一段落，我们谢谢所有的观众，还有谢谢孙哲兄，我们明天再见，谢谢黄先生，谢谢所有的观众。
谢谢，谢谢，谢谢。好，我们下次。